但是那个呢？哦，这儿呢？这可是我特意跟老家的人要的人参鹿茸大补酒。我们那边人说了，只要这小小的一瓶啊，博物馆他们年轻人就热血沸腾，热情似火。嗯，刚才呀，我在他们房间的沙发上发现了一个枕头和一床被子。西城啊，从小就性子硬，肯定他不会太主动。对。我就靠着这个小法宝，就等着抱我的重孙子来。快哦，快！再放点。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贺锦信到底把妈妈带去哪儿了呀？西西，奶奶，哎，那个西城上班去了，奶奶来看看你啊，过得习不习惯呢？啊，奶奶，我习惯，我过得很好，过得特别好，奶奶就放心了。来，这是我和小梅啊，特意为了你们两个煲了大补的人参乌鸡汤，等西城回来呀，你们俩好好多喝点儿。嗯，不用了吧？哎，不行，那西城最近工作多辛苦啊，还操心你们俩结婚的事，奶奶惦记你们。嗯，那好吧，等他回来，我和他一起喝。乖，走吧。花盒的压纹设计简洁、大气、平整、无皱褶，线条整齐。花盒的包装结合了当下比较流行的马卡龙色调。10分钟你再不回来，我就把你的晚饭全消灭，一滴不留。深受年轻女性用户的喜爱。今天先到这吧。什么都好吃，好热啊！啊，奶奶，西城回来了。啊，今天公司怎么样？还行，奶奶。嗯，公司的事情改天再给你汇报，我先回房间了。怎么回事？
吃饭了吗？今天太忙了，会都没有来得及开。顾总，我发现你今天特别帅。你干什么？没什么呀，啊，就是发现好热啊，热。好凉快啊，好凉快啊。你是吃错什么东西了吗？我喝了奶奶的汤。饭吃完了吗？我进来给你们收个碗。不用了，等下我们自己送过去。啊，好。老大，你今天气色好的不同寻常啊！滚！好嘞，回来。今天公司附近是不是有品牌的快闪活动？对，有两场。你该不会是想叫你未婚妻我嫂子公司老板娘来吧？司徒叔，嗯，我看你全年的薪水都会被我扣光。扣，随便扣，等扣光了我就去抱老板娘大腿。喝了碗鸡汤，跟被人打了一样。哎以后真的不能乱喝鸡汤，鸡汤有毒啊！喂，干嘛？今天公司附近有品牌的快闪活动，
你要过来学习观摩一下吗？我也可以去啊。别给品牌丢脸就行。遵命。你好，我是花颜的网络推广主播。关于这位模特的妆容，我有点自己的想法，想和您交流一下。你有什么想法？你怎么在这儿？我想买一个。哎 ，Miki 姐。可以。啊，我正好来学习一下。我正好想和化妆师说呢。对对对。因为这位模特的妆容，我觉得不够凸显花颜新产品的特色。虽然你是跟花颜签约了。但是我们聘请的可是最专业的化妆师，我不觉得你能做得更好。我不是质疑化妆师的专业，只是如果我说的不够直观，我可以给模特改妆，这样可以看得更明白一些。不必了，不用浪费大家时间。让他改。您怎么来了？我刚好在这边开会，所以顺便过来看看。我倒是很好奇你有什么想法。顾总，媒体们都在，要是他改不好的话，会很影响宣传的。你有信心吗？有。一直致力于传达东方美学，它的质地色调比欧美品牌更适合亚洲女性。这次的新系列名字叫做上四，所以我把妆容改得更具古典神韵，同时呢也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顾总，陈斌进来了。早就得到消息，你们这次的新产品别具一格，没想到实际效果比想象中的还要惊艳。我决定了，这次的 stylish 的头条内容就用花颜的新系列了。很荣幸，另外还有个不情之请，可否在内容上附上他的网络 ID？ 当然可以，这是应该的。再说这么优秀的设计，我怎么可能放过呢？你好，很高兴认识你。啊，你好。对了，这期的专访呢，我们还请到了荒山月大师参加。顾总，您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我们的邀请呢？如果能请到您的话，这期的内容一定会更加精彩。荒山月大师，怎么了？啊，荒山月大师是我的偶像，所以听到他的时候，有一点点小激动。对了，陈编辑，专访一向由专人负责。您是知道的，顾总一般不接受专访。当然，
那如果以后顾先生需要专访的话，一定优先考虑我。谢谢。不客气。锦溪。傅先生，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忘了，我也从事美妆工作，花颜线下有活动，我当然要来看看。哦。对了，我正好有事想跟你说，是关于月桂之华的。考虑的怎么样了？是这样，我已经和花颜签约了，按照公司规定，不能再接其他品牌的推广。抱歉。明白，不用道歉的。没能帮上什么忙，对不起啊。你要是真这么想的话，不如这样吧，等你和花颜的合约期满，就和我签约怎么样？你放心，我给的价格一定比顾西城高。哎，怎么了？贺锦溪，等你和花颜的合约期满，就和我签约怎么样？哎，怎么了？贺锦溪，傅总，好巧。顾总，没那么巧。我是特意来向花颜学习的，恭喜你啊，新产品很成功。多谢。奶奶叫我们回家吃饭，坐。这么早？我不喝鸡汤。回家。顾总。不好意思啊，我和锦溪还有话没聊完。如果是签约的事情，那就没有必要再聊了。贺锦溪已经跟花颜签订合同在先。顾总放心，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聊清楚了，我不会强迫他人违约的。只不过，在不违背商业机密的前提下，我想请锦溪当我的宣传顾问，这恐怕没什么问题吧？好。你们聊，我在这等你。我等我的女朋友回家，副总不会也要管吧？傅先生，其他事情我们改天再聊吧，今天我还有点事儿。好。走吧，继续聊。不聊了，不聊了，回家。走。傅先生，再见啊。我记得我和你说过一次了吧？什么？在和我的合约存续期内，不准和其他男性有过于亲密的关系。哪里亲密了？我们就是碰巧遇见。在你这是碰巧，在别人那里未必。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你是怀疑傅总？你未免也太高看我了。他是品牌公司的老板，怎么会特意接近我？又怎么会特意和我相遇呢？哎，拜托你收起你那满天大开的脑洞。
多做点正事吧啊！我是为了你好。我谢谢你啊，顾总。还有件事情我要问你，你的资料上并没有标注你很擅长化妆，也没有说你一直在做主播，但我今天看你的化妆手法以及你的理念，绝对是专业的，而且是经过思考的。为什么你的资料和本人出入这么大，贺锦熙？顾西城那么精明的人，你千万不能被他发现了。他要是知道我们姐妹俩联手骗他，我们什么都得不到，妈妈也就没有希望了。回答我，贺锦熙。我家里人觉得这不是什么正经的工作，所以我就没在资料里写。是吗？那你怎么想的？我当然不是这么认为的呀。我很喜欢这份能够给人带来美好的工作，不然我也不会这么认真的做了，对吧？我让司徒给奶奶准备了些补品，等会儿回到家你送给她老人家。好。不过你是想帮我在奶奶面前刷好感呢，还是真的关心奶奈？我是为了你好。为我？不然你希望奶奶继续给你炖鸡汤啊？不，鸡汤不要，鸡汤有毒。这个吧。哦，这个漂亮极了。回答正确。奶奶，我们回来了。哎呦，快来快来，跟奶奶说说话。奶奶，这个呢是西城给您准备的好吃的，他说您最近为我们太操劳了，让您好好养生，养好身体。他是让我养生，还是别叫我多操心闲事？鸡汤不要了！哎呦，奶奶，以后我们俩的事情您就别操心了，我会和他好好在一起的。嗯，那我们走吧。哎，成功了，还是您厉害。对我这么好，我这样骗他真的可以吗？好看吗？谁看你了？就吃这个。
还是好天气。如果下的那一只放晴，说不定我明天就愿意。你再看下去我要收费了。一起去走走走走，先来100块钱呢。你晚饭没有吃饱吗？这么快就饿了。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我特别能吃，也特别爱吃。但是晚饭是梅姨做的，我不是怕。又加料。相同的手法，奶奶不会再使用第二次了。也不是啦，我以前做直播太忙，经常顾不得吃饭，所以晚上一碗泡面就是一天的主食了。一天就一顿啊？嗯。你有必要这么忙吗？我可听说你手里面的资产并不少啊。那是贺。是我以前花钱太大手大脚了，手边的流水都用去买奢侈品了，包包、高跟鞋什么的。吃吧。你不陪我一起吃吗？我从不吃宵夜。那为什么是两碗啊？一直都是这样吗？什么？双数。你的所有东西，书架、床头柜、洗浴用品，包括藏书，都是一模一样的双份。办公室里更不用说了，我第一次去面试的时候，就发现你办公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双份。胡锡成，你这个叫偶数癖。偶数，你是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嗜好啊？这没什么奇怪的吧，我只是喜欢东西成双并排不落单的感觉，我讨厌这世界上一切孤零零的物品而已。可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呀。但我可以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让他们尽可能的完全一样。可是这是人为的呀。顾西城，你是有强迫症吗？这和你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吗？你别误会啊，我只是想帮你。贺小姐，我希望你搞清楚我和你的关系，遵守我和你签订的合约。我不需要你来指点我的生活，更不需要你来剖析我的人生。顾总，我不是，哎。
喝酒。怎么那么吵啊？我在酒吧，我现在给你发定位了，你过来接我，快点！您不能打电话，喝，快点喝酒。我没说不给你喝，我现在就给你喝。没说不给你喝，我现在就给你喝。干了啊！这个安安。算了，今天还是别惹他了，我先去救安安。人呢？不会这么晚又出去了吧？喂，司徒，你在哪儿？帮我查一下。发生什么样了？快跟我回去！谢谢你来了。走啊，走。就是，你不能走，没叫爸爸呢啊！谁要走了？我要跟你接着喝。贺锦熙，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不好意思啊，你认错人了。怎么可能认错？你看，你这双高跟鞋还是我送的，我送了你那么多礼物啊，你从来都不陪我喝个酒，今天正好遇到，咱俩喝一个，走。哎，放开！你，当心我报警啊！你吓唬谁呢？别给脸不要脸啊，走。有没有碰到你？有没有受伤？顾先生，英雄救美是吧？来啊！待在这别动。啊！疼！我的女人你敢动？
得叫我爸爸。司徒硕，你，你看你现在什么德行？你都坐轮椅了，你应该叫我爸爸。哎，你配我？不服是不是？你看我，你看我，别撞我！我能带你飞，雨加油！我带你飞，飞啊飞！行行，我带你飞。就你会吐？你以为我不会吐吗？啊？啊！你喝多了，送你回去。西西，我没事，我要跟他喝。司徒，司徒，哎，老大，我老大来了，我老大来了，我不怕你。我有西西，我也不怕你。哎呀，我打了专车送他们回去。好。嗯嗯嗯。爸爸，爸爸。刚在酒吧那个人，你认识？不认识，他认错人了，我和他什么关系都没有的。我说的都是真的，不要生气嘛。我真的不是故意这么晚出来的。但是我告诉过你，合约期间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算了，回家吧，别惊动奶奶。啊！怎么了？你先去开车，我马上就来。不想光脚回家的话，就乖乖别动。但是我的鞋……不要了，只要人没事就好。再多的鞋，我买给你。真麻烦。小姐，你朋友让我送二位回家。嗯，回家？我不回家，啥回家？来，给我喝呢。行，行啊，今天谁也别想走。嗯，师傅，去我家新公馆 C 座，接着喝。嗯 ，Go。好的。笨死了！叫。啊啊！我贴个创可贴就可以。旧伤还没好，又添上新伤，这样一直将就的话，永远好不了。那我别动，就你笨手笨脚的。只会影响到我。疼吗？不疼。
真能折腰。什么？我说，让你别打扰我。忍一忍，很快就好了。没事，我可以。你这什么表情？没有，就是没有想到你还会笑，还知道嬉皮笑脸。看来的确是不同。好了，说了多少次了，在家里面别啊，不叫顾总，要叫西城，记住就好。以后你睡床，我睡沙发。今天不跟你拼个你死我活的，我就跟你一笑。你快点起来！不睡觉是吧？今天就别不睡觉。你要是不怕头秃，那就别不睡觉。秃？你说我秃？我。今天就算秃，我也要跟你拼到底！来，打一下来。你要是比不了，你就认输，就叫板。左帽。爸爸，接着喝，我也要跟你拼到底。
我被你弄脏了，我不干净了。什么不干净了？闭嘴！你怎么吐这么干净啊？哎呀，哎呦，怎么可能？ 你的冰清玉洁，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了？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我怎么可能连他，我都下得去手啊？ 昨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记住了。当然什么也没有发生了，我知道，你觊觎我的美色。昨天那一夜虽然便宜你了。好，从现在开始，赌约结束，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还不快滚！领带。 接下来，模特服装这块就拜托你了。一定要重点突出我们品牌的特色和优势。上个季度，月桂之华的销量已经几乎和花颜持平。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彻底击败顾西城。没问题，博雅，我们都合作那么多次了，你就放心吧。好，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哦，对了，这双鞋你就收下吧。这双鞋是我今年新设计的款式，材质特殊，绝对不会磨脚。好看是好看，可是你送我也没用啊。你也知道，我单身这么多年了。没关系啊，你可以把它送给你心仪的女孩，说不定她穿上这双鞋就会慢慢走向你了呢。 梅姨，锦西小姐，你有一个快递。哦，谢谢，不用客气。快递，这是客户精心设计、绝不会磨脚的水晶鞋。 我想来想去，只有送给你最合适。希望你喜欢。傅博雅，哎，他很有心吗？就是上次他可能看到我穿高跟鞋磨脚了，所以，哎，顾西城，你等一下，哎呀。
不知道他把产品拿走没有，也不说一声。东西拿到没有？不行，好像太热情了。好好工作，如果出问题，随时取消推广资格。是，胡总，不会让你失望的。你笑什么？司徒硕，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敲门啊？我只是来传递消息，利普曼先生联系我，后天他和夫人来中国，拜拜。锦溪，这么巧，你去哪儿？傅先生，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准备回家呢。正好我在附近办点事儿，上车说吧，我送你。啊，这次真的不用麻烦了，车马上就来了。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你看，你提这么重的东西挤公交，万一摔坏了怎么办？来，给我吧。哎，谢谢啊。别跟我客气，走吧。来，慢点。难怪你把我送你的鞋退回来了，原来你现在改穿平底鞋了，是我失策了。我是真没有想到你会送我高跟鞋，不过现在我确实不太需要了。不管怎么样，谢谢。一会儿有空吗？不如我们找个地方散散步吧，今天天气这么好。正好我也有事想跟你聊聊。找我？什么事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小时候学画，最喜欢来这里写生了。那个时候因为学画认识了不少有趣的朋友，只可惜后来我出国之后，大家也就渐渐断了联系。这样啊，要不是我现在情况特殊，我们就可以用老朋友的身份好好叙叙旧了。我回国之后就一直在代理欧洲的有机彩妆品牌。我知道，上次你告诉我你的身份之后，我回去一查才知道，品牌的中文名“月桂之华”也是你起的，真的厉害。你对我们的品牌啊，真是非常的了解。要是能和你合作就好了。我可真是一直都迟到一步。要是副总赏识我的能力，以后找我也可以啊。我说的不仅仅是签约。嗯。没事儿，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嘛，我们来日方长。
小心。怎么了？没事，可能是我看错了，我们走吧。你的话吧，妍希，你刚刚都被淋透了，别感冒。没关系，快点看看画吧。太可惜了。没关系，再怎么说，也只是一幅练习画罢了，以后肯定还会画出更好的。你刚刚那么着急，还为我挡水，谢了。朋友嘛，何必那么客气？妍希，竟然真的是你！为什么伤害南宫的人偏偏是你？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大家不受到伤害？妍希，竟然真的是你！为什么伤害南宫的人偏偏是你？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大家不受到伤害？姐姐，嗯，其实过两天就是我的生日了，不知道到时候你愿不愿意赏光来我的生日宴？你的朋友我都不认识，会不会有一点尴尬？其实回国之后啊，我一直忙着工作，交心的朋友没有几个，但我跟你总觉得有聊不完的话题。所以，如果到时候你不来的话，我就只能一个人过这个生日了。那行，我去。太好了，不过到时候你可不能空手来哦。嗯。一切正常。您的身体状况有很大的好转啊，看来这是心情舒畅了，百病全消。老太太，太好了。哎呦，大夫啊，您再查一查，我最近头疼，嗓子痒，还老爱咳嗽，不会有别的病啊？可能只是普通的感冒，跟之前的病啊没多大关系，很快就可以调养好。那谢谢大夫啊。哎呦，我身体变好的情况千万别告诉西城啊。西城知道我身体不好，他才把锦溪带来见我，哄我开心的。哼，要不是我逼他一把呀，他才不能把锦溪带来呢。哎，记住，保命。知道了。哎呀，怎么这么安静？该不会又惹出什么乱子吧？神呢？不会又跑出去了吧？你怎么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会工作到很晚呢。你怎么在家里面穿成这样？我要试妆啊，拿了你们花颜的产品，总要在直播前试好的，总不能在直播当时才试吧？怎么，不好看吗？还行吧。要求真高。
在我直播间里，所有人都说我穿汉服特别古风，特别吸引人。结果到了你这儿就只是还行。算了，我也不指望你能夸我，毕竟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就差点开车撞了我。到现在你都还没有道歉，哎，算了，我就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跟你计较，啊。看来明天得再给他送套产品过来。不过，他是要在这里做直播吗？这什么东西？顾西城，你别动我东西。一个娃娃而已，真宝贝。这是我最喜欢的荒山月的娃娃，当然宝贝了。哎，你给我。该不会又是某些人送的吧？才不是，别闹了，你快给我。这已经绝版了，你给我。顾西城，给我。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还给我！不好意思啊，多少钱我赔给你？这是买不来的，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时获得的奖品，已经绝版了。算了，你是不会懂的。美丽派植发，让您恢复自信。汽车堵不停，有我就能行。欢迎收听 FM 38438。根据你描述的状况，只要想起这个女孩，你就会心跳过速、呼吸困难，是吗？小心！是。见不到她的时候呢，脑子里就会浮现出她的样子，即便是非常恶劣，也会忍不住笑出来。那你现在是不是很想联系他？即便跟他交恶，也希望能见面。恭喜您，司徒先生。既然您已经产生了跟他亲近的想法，就说明你的病还有救。真的？我早就说过，你的亲密关系障碍是心因性的，并不表示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有亲密关系。我之前就建议过你，多多跟女性接触，多多尝试，虽然收效不是很大。但是这个女孩的出现，至少证明我的建议是正确的。那我应该怎么做？尝试多接近她，克服自己的心理恐惧。啊！你让我接近那个陆安安？抱歉，顾先生，
我们已经按照您的描述查了，您说的那款娃娃是4年前的限量版，已经全球售罄了。好，我知道了，谢谢。顾总，帮我联系陈编辑，专访的事情，我答应了。你要接受采访？对。还有，你去西城最大的那间影楼，告诉他们经理，花岩集团把他们买下来了，多少钱，任他开。顾总，照做。是。顾总太激动了，没想到您第一次专访竟然愿意交给我，真的很荣幸啊。拜托您的事情您办好了吗？您放心，已经办妥了。为了拿到荒山月大师的绝版手稿，我可是连我主编的关系都动用了。您费心了。您太客气了，能拿到您的专访啊，一切都是值得的。贺锦熙，胡锡成。贺锦熙，这是我送你的礼物。荒山月的手稿集，怎么样，可以代替你撕坏的娃娃了吗？这可比娃娃贵重多了，我太开心了，太感动了。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到底怎么才能引起他的注意呢？回来了。又准备产品直播？对。贺锦熙，你不觉得这屋子里面很闷吗？还好吧。把空调打开。贺锦熙，干嘛？温度太高了，调低一点。这点小事，你不能自己来吗？我很忙的。书拿反了，顾总。贺锦熙，又干嘛？这灯光太暗了，把大灯打开。
这是。不知道是谁带来公司的，我见也没什么用，就带回来给你看看。这是荒山月的手稿集，他怎么会有的？还说随便拿回来。哦，就那样吧。绝版手稿，他怎么会有的？我就看看，也没什么激动的。送给你的。送我的？补偿你被撕坏的娃娃。那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那怎么行？弄坏你的东西就应该赔偿你，这是我的原则。而且我还把我们拍照的影楼包了下来，那边的声光影更专业，你以后直播都可以在那里进行。这也太浪费了吧！你不要多想，我只是想让你卖出更多的花颜产品，你不要负担。那谢谢啦。谢谢顾总。喂啊，西西，你看见我给你发的链接了吗？这个是顾西城的采访吗？怎么了？你难道不惊讶吗？这顾西城可是从来都不接受采访的，这次可是首次大独家。那是挺符合他的性格的。那他这次为什么接受采访啊？哎，你问到重点了。这采访的记者啊，后记里说，这个顾西城都是因为托了荒山月的福才能采访到他。你说他话也不说明白了，这能托荒山月什么福啊？搞得神神秘秘的。哎，为这事儿，顾西城的粉圈都炸了，各种分析帖都出来了，笑死我了。荒山月，难道他是为了拿到这个才接受采访的？老大，你怎么了？你不是从来不接受采访吗？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为了公司的发展，不是不可以做出改变的。我看就是因为那个贺锦熙吧。我看了他的介绍，他说荒山月是他的偶像，陈编辑跟我讲是托荒山月的福才能采访你。有这么巧的事儿？我看你就是喜欢他，但你不承认。司徒硕，你不去写侦探小说真的可惜了。与其好奇别人的事情，不如管好你自己吧。我？
我怎么了？你和那个卢安安怎么回事啊？老大，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个人虽然没什么正形，但还算机灵。自从和那个陆安喝完酒之后，你每天不是傻笑就是发呆，智商严重掉线。我没有啊。哦，我怎么可能喜欢那种女人啊？疯疯癫癫的。我绝对不会和她见面，绝对不会主动联系她，我根本对她没兴趣。好。哎，安安开始直播了。你不说对她没感觉吗？老大，还有贺锦熙。给我看看。Hello，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我手上呢，这三个颜色都是花颜新出眼影盘里的。你们看这个豆沙色，这个颜色特别显气质，还很减龄。手残党可以闭眼入啊。他和华银签了约的，我在考核他的表现，美女吧？嗯，没问题，看吧。大家一定要买起来。我看到很多宝宝说我身上的这套汉服跟花颜新出的眼影盘特别搭，其实呢也是我特意挑选的，因为花颜的国风理念和古代的汉服特别的契合，所以喜欢汉服的小姐姐千万不能错过哟，不能错过哟。锦熙对我们花颜的产品下足了功夫，用的就是我们的蜜桃鎏金粉。安安是不是穿太少了？不冷吗？这绝对是今年的主打色了。宝宝们看这个细纱，你看这弹幕。说贺锦熙是不是特别傻，不灵不灵的，妥妥的小公主，有没有？还没有下单的宝宝们赶紧去抢。哎，你看这边有人刷礼物，你看这边。顾总非常大，这什么事？利普曼先生明天就来了，我们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最好的翻译团队。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他不太喜欢条条框框，最好是亲切的家庭式的商谈氛围。嗯，翻译团队不用带了。啊，老大，我们是为了促进关系才找的翻译啊。这件事情我自有安排。是。还有什么事情？宝宝们，这款口红色号呢，名字叫做雨冰，就是我嘴巴上这个颜色啦，是不是超级美丽呢？是不是有那种清冷美人的感觉？我们是为了工作。对，我为了工作。是的，而且它有股淡淡的蜜桃味。那我们一会儿再来。真的是又高级又少女，认识大家真的非常的开心。我也有一件高兴的事情想和大家分享。最近呢，我收到了一份特别特别珍贵的礼物，是我一位朋友送的，我非常的开心，所以我决定自掏腰包送三位宝宝花颜的口红套盒。好啦，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下次再见，下次再见，拜拜。拜拜。哦，哇塞，今天直播简直太顺利了，光好网好，一点也不卡顿。我们之前那个破网，直播一次要掉线三次。是啊，有人来看才怪。哎，西西，想不到你给这个总裁当合同女友，还有这种福利呢。他昨天才说租下这里，虽然声称是声光影更好，但我觉得他是怕我在家里直播被别人看到，还有影响奶奶。拜托你动动脑子想一想好不好啊，他肯定是把这里买下来了呀。以顾西城的能力，他能在顾家给你装修100个房间做直播，但是为什么却把这里买下来了呢？难道就是因为这里光好啊，背景好啊，服务专业？顾西城该不会对你……别瞎说，是顺便，不是专门。他让我来这边直播是为了直播效果好，为了花颜。你是装傻还是真不明白啊？花颜是只签了你一个带货主播吗？顾西城对你这么大手笔，说明了他在乎你。笨死的，我去那边看看。哦，顾西城在乎我。
不可能。傅博雅，喂，傅先生，你在哪儿？我去接你吃晚饭。啊，我为什么突然要一起晚饭啊？因为我今天生日啊，锦溪，你不会忘了吧？嗯，没有没有，那你给我发餐厅定位吧，我马上就过来找你。好。哦，哎，西西西西，你看见没有？那边的房间装修的更大，哎，特别好。我要走了。你去哪儿啊？回去回了的。傅博雅约我一起晚饭，我之前约好的。你什么时候跟他关系这么好了？最近犯桃花了你？别瞎说，就是普通朋友一起晚饭而已。Oh. 哎呀，我先走了，礼物还没买呢。哎，你点了这么多菜啊！我今天呢就不做绅士了，行使一下兽性的权利，点了一些这里招牌的菜，你给我尝尝，肯定特别好吃。那今晚有口福了。嗯，对了，这个是给你准备的礼物，你看看。你还真带礼物了。谢谢，我可以打开吗？当然了，一个小礼物，希望你会喜欢。你怎么会知道我喜欢这个？我猜的，没想到真被我猜中了。谢谢，我很喜欢。我去接个电话。好。喂，怎么还没回来？我忘记跟你说了，今天朋友生日，我晚点回来。朋友，陆安啊？不是，是傅先生。你给傅博雅过生日？你在哪儿？我去接你。现在。我地址发给我。不用了，我马上回来。不好意思啊，傅先生，我有点急事要回去了。刚来就要走啊？嗯，没关系，你有事的话就去忙吧。礼物我已经收到了，很喜欢，今天也很圆满。再次祝你生日快乐。谢谢。
那走啦，注意安全，拜拜。我回来了。你很有心吗？还给别人单独过生日。顾总，我在不影响合约的情况下正常社交，这个您不应该干涉吧？原来你还记得合约啊。如果你单独在外面的情况被奶奶发现，该怎么解释？我就是和普通朋友吃个饭，有什么好解释的？普通朋友，对啊，不然你以为我和傅博雅是什么关系啊？就算是普通朋友，也应该注意啊。何况那个傅博雅也没见过几次，交友需要谨慎。你把我叫回来，就为了和我说这个啊？我给你个任务。什么任务啊？你在德国留过学？啊，对。我明天晚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德国客户的饭局，对方携夫人出席，所以我想带你去，顺便帮我做个翻译。做翻译？嗯，有问题吗？去德国的是贺锦熙，不是我。有问题。哦，我的意思是，客户带夫人出席，但我又不是你真正的夫人，这恐怕不太合适吧？不重要，你只需要做好翻译，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可是还有什么事情吗？没有。出去吧。抱歉，顾总，我突然想起来，明天中午我有事。推掉。好的。推不掉。我和安安明天约好了做直播，毕竟顾总花了这么多钱请我们，我们要尽职尽责，不是？不差这一次。好的。总，明天安安请了外援，人家可是粉丝千万的大网红呢，这约都约了，我们做人要言而有信。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得上明天的任务。好的。要不这样，我出钱给你请最好的翻译。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这么百般搪塞，到底是为了什么？给我个理由。没有没有，明天我一定去。顾总，晚安。好论。Soft mush show。哎，不。
错不错，有那味儿了。可是我这样临时抱佛脚，学几句日常用语有什么用啊？我明天是要去做翻译啊。也是。哎呦，那怎么办啊？有了，你想到什么办法了？我想到了制胜法宝，安，这下我可有救了。怎么了？啊？没事啊。利普曼夫妇快到了吧？Herr Gu. Guten Tag, Herr Lippmann. Willkommen to China. Guten Tag. Ihr Deutsch ist sehr gut. Season wears on chin on the heat. 我一直很看重德国的生物技术，这次能和利普曼先生合作，非常的开心。Is it Haber die deutsche Chemische Dichte diesmal mit hier Liebmann zusammen dort haben auch keiner. Herr Gu, Sie sind ein hervorragender Geschäftsmann.利普曼先生夸你呢，生意上寸土不让。您过奖了，这是我的原则。不知道这里的菜合不合您口味，我们边吃边聊。She's making me a deficient chair dinner, despite listen plate. Ja, es ist gut. Ich mag es. Mein chinesischer Partner wird bald hier sein.Er ist schon lange im China-Geschäft, sehr erfolgreich und erfahren. Wir werden zusammenarbeiten. Li Puman 先生说他不了解中国的市场，所以呢，请了一个很多年的朋友来当顾问。利普曼先生的朋友应该也是业内精英了，来。如果你饿的话，可以少吃一点。但别忘记了自己的工作。顾总，这是你最喜欢的 Table Song， 来。Herr Gu ist gerne scharf. Ja. Du 东西掉了。错了。Was ist los? Candy。嗯哼。Frau He, alles in Ordnung? 抱歉各位，我来晚了。Puh, da bist du ja. Lange nicht gesehen, Herr Lippmann. Kommen Sie kinder. Ich werde für Sie besser sein.
原来利普曼先生口中的顾问是你啊。顾总，锦溪，我们又见面了。看来顾总对我做这个顾问好像不是很满意。你是利普曼先生请来的顾问，只要是为了项目好，我当然没有任何的不满。只不过我希望你的目的单纯一点，除了这个项目以外的人和事都不要过分在意。顾总，你想的太多了，不如我们还是先聊工作吧。不，Ihr kennt euch schon? Ja. Gu 先生，您的卡。Gu 先生，您不太舒服吗？没事。你们的化妆间在哪儿？前面右拐。谢谢。苏妍希，你怎么回事？苏妍希，贺锦溪，小心，小心！冷了吧？哎，哎，没关系，我不用的。你不用跟我客气的。我是觉得，我们普通朋友之间，不必这样。我刚捡到一个东西，这应该是你的吧？这是我听音乐用的。利普曼告诉我，你在德国留过学，但其实你根本就不会德语。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你来之前，翻译工作都是我做的，是利普曼先生不满意吗？还是你是觉得我听不懂你说德语吗？对不起，傅先生，我还有事，先走了。我刚刚要是再晚来一步，你不会德语的事情，就在所有人面前暴露了。苏妍希。